哎呀，好啦，今天我们来继续进行我们的 AK 克了，好，够了 ，AK 克战役，好。那我上一集呢，总算把围绕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蜥蜴人军队，以及跟我们交战已久的那个斯卡文史文氏族给彻底歼灭。说是歼灭啊，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得做啊。哎呀，我竟然哦，这家伙我还会继续这边吃损耗，他应该不能动了，根据我的判断。对，如果可以动，会显示红色的，不会是白色的。结果，所以他还是不能动。所以既然如此，那就继续让他吃他的损耗吧。虽然说我不太懂为什么这两队不会吃损耗，也许只是我看不到而已。啊，我只觉得他们吃这些损耗真的很符合我的心愿。你就慢慢在那边死吧。话说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呢，就是瓜克我们南大丛林也有这个家伙存在。这个家伙，哎呀，算了，我会跟他打吧。那现在跟斯卡文鼠人关系最好的应该就是他了，跟我们的瘟疫先生 Clan Pestilence 我们维持最棒的关系了。那我想继续维持。I have seen your name listed in the Liber Bubonicus. Yes, yes.好，他居然很心愿意跟我们成为防御同盟。虽然说防御同盟在战锤真的也蛮麻烦的，但我想要合帮他，所以说就接受吧。跟他要点钱好了。哦，军事通行权也要一下，那再要一点钱，要求也好好。All right， 好了，那再过一段时间，或许我们就可以跟他合帮了。合邦才是真正的这个、啊、唯一的好道路啊、嗯！再来伊特扎，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应该就会是这个，因为这个有十格，我蛮想要这个城市的。可是要拿这个城市，又得要面对吸血鬼海盗，因为我想要你，当你决定要当你决定要扩张的时候，你要想的是一整个行省，而不是只是一些小城而已啊。所以说，对啊，到最后我的目标，你看到这边有，其实也不算。就有点复杂，这边又有吸血鬼海岸，又有一个脓疮氏族。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拿下伊特扎，就比较麻烦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要干掉这个赖利氏族，反正他本来就很讨厌我们，我们就把他们做掉，然后先统一南大丛林，顺便帮我们的盟友一马。因为欧伊斯勒开局是跟这个南方哨兵开战的。所以说，对啊，对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模式就是援助斯克罗克达到他的势力巅峰，就我们两只老鼠一同走向繁荣啊。那我们就把事情讲一讲。对，我们应该也会开始慢慢的重新编辑我们的军队啊，因为我们终于可以招募炮兵跟一些枪兵了，跟那些超级枪兵了。哦，因为全部招募栏都被那个占走了，所以我们别占，不也不能用。好，那我们把喷火巨蛇重新占领回来，我继续 rush grow。对，我们继续把那个把这个往上提升。我个人还蛮想要 death glove bombardiers， 就是那些那个毒气投弹兵啊，毒气投弹兵的那个威力还不错。虽然说射程很短，但是我个人认为还 OK， 因为起码他们是抛直行的，他们可以抛过人群啊，不会像枪一样会被人群挡住，所以我们想要一些投弹兵的。那不过目前状况没差，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个军队。对啊，我们这边应该会盖军营吧，因为我还是想要风暴骇鼠，但我们也可以移位置，就是。例如我们在古贤者标记这边强化啊，不过对啊，也许我们应该在古贤者标记这边强化吧，把这边变成我们的科技单位招募区，那这边就变成我们的那个前线单位招募区。哦，好，没问题的。好，那我们就好，那个先不要升，进下回合喽。看来路瑟哈尔康的军队非常的脆弱啊，他可能是跟蜥蜴人打过什么大战吧。
他只是那他那个军队只剩两个成员而已，有点神奇。应该就是他自己跟那个英雄。哦，对了，我们还得去配华配蓝华佩克，因为任务要求。哦，那我其实在想用挖洞的方式。Pact deal later。好，你想干什么哈 ？Non aggression pact。I don't think so。因为他们占据了奎特扎行省这个地区啊，应该说伊特扎行省这区的一个城市。All I want is them perish。好啦，佩华伦克在这边吧。对，啊，兰华佩克，不好意思，我是有个计划的。好啦 ，I order scurry move。我会教让他进行，我会让他去占领邪沼泽吧。反正既然都可能跟吸血鬼海岸开战了，那就打到底吧，把他整个派系都灭了。他这个毕竟是他的原生的那个原生的地区，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为上。我在驻军，为什么他们在不爽？哦，好了，应该是因为我刚刚占领下来了，没问题的，等一下很快就会恢复。这边呢，我也得注意。库维扎河，这是我们的商业行省，经济省啊，应该这样讲。所以说，我们慢慢来呗，经济优先，战争次要啊，没有了。我们现在其实收入很不错，而且加上我们真的没什么钱，没什么花费，所以我们现在库存还多。但是你库存永远不能嫌少，越多越好啊。所以说，对啊，不用花的就不用花，该花的再花就好。蓝华佩克，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那个海盗军，我就继续让他受损耗。那个流浪海盗军就继续受损耗就好。看来我想要打那个烂力士组，他损耗很惨。也许我们可以合并吗 ？All right， 这还不错。次元石矿场。好，直接拿更多 warp stone。我们真的很接近到黑暗占卜仪式了。可是我说过我不会 rush 仪式的，因为我们现在的城市数量很明显没办法拿来支持我们对付敌人，那些 chaos warriors of chaos， 我没办法那么做。好，你愿不愿意 ？I am Grace here, my guest of Skaven. Tread careful. I will ask a little bit.啊，他们不肯，不可能 ，impossible for land to do so。他们其实对我们意见恢复的好快哦，和平条约是超快的。I am the pilot king。我应该会跟他打啦，所以真的没有必要跟他好。Sacrifices to Mathlan。是这样的。Make your entreaty quickly. There are mortals to it. Do not order me。他失望，好吧，那我们之后再来谈。他是佩华伦克，我没有念错啊，佩华伦克他有四个城市哎。我们占领洗澡车，因为这边还有一些染料啊，不错。我们现在跟他贸易嘛，我们也需要多点贸易资源啊。好了 ，Ikiko 得到了炮跟一对枪。Well， 我在想，对啊，没什么好想的了，嗯。我看一下这边的话要什么啊？如果要那个的话，我们得在那个点最基础的点哦。那我们等一下在这边盖 Obsidian 黑曜石，反正就是得到更多资源啦。啊，因为我们城市只有三级啊，所以基本上这些都没有办法，对吧？前面都叉叉，有没有？哎哦，没有，这边是异域动物驯兽师啊，这个有粮食产量。我们就走那个吧，这些其他都不重要，对啊，是这些都主城盖就好了，这是大城盖不起来，小城盖不起来的，不过这边就有毒气投弹兵了，不过算了，这边就经济多一些经济建筑吧，就是这个市场，好了，那你也可以行动了。走水路吗？算了，走水路吧。哦，对，这是我们自己的海域吧？对，我们掌控中。
但我们出去就没有补给了。Yes, as I thought. 对吧？我想就打把配好人客给打败吧。反正也不知道他那边有什么。哦，这还不错，300。更多异域动物，其实主要是粮食。然后这边盖墙。虽然说是那个区域，但还是要有墙壁啊。行商省也要有墙壁啊，不然敌人随便攻过来把我的墙拆了，那我就完，经济不就完蛋了啊？所以当然要有，这当然要给行商省建成墙。他似乎很满意我们，但我其实不满意他们的存在。去把东西占领起来吧。The foul taint of this place weakens your warriors. Now! 这边腐蚀蛮重的。哦，我看到他们的城市。OK， 这个城市还没有被任何的给侵略过，所以说我想应该没问题。比较麻烦是我要怎么让 Icky Claw 的路。啊，到这边吧。对。Keep suits dry. 只有这样才能救我自己啊！扎营，扎营。他们还在顾奎特砸的秩序。其实我更宁愿奎特砸叛乱，然后把城拿走之类的，那样也没问题。啊，这队伍还不知道，其实他们搞不好也跟着受损耗，因为我是看不到他们。如果看得到的话，应该就是跟他们一样，一直受到损耗。他们下回合剩18，我就让他自然毁灭好了。好。好了，我给你，我看一下现在成长多少。再两回合就有两点哎，算了，我不要，我等我先 rush 组成的 growth。那这小城之后再说。比较麻烦是我现在没有地方给他盖公共建，公共秩序的那个建筑，这很麻烦。这边倒还好，我可以盖墙，把墙盖起来就安全了。好啦，只能说稍微有点困难。我们现在对，因为我们食物也不够，难怪。好啦，算了。我等一下的计划应该是挖洞到佩伍特克跟佩华伦兰华佩克中间啊，这样我应该比较好办事情。事情 get things done 啊，没有，开玩笑。看他们应该恢复一些军队了，不然怎么会多一点红色？这个其实关我屁事，快过去吧。The taint of undeath festers in this place, my lord. All right.New technology， 好了，这个啦。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屁，我没有很没用的东西，但还是用一下好了，没差啦。我们挖过去吧，我们安全谨慎一点。好，到了。啊？哦，这里，这边好像也有那个，这边也有那个叫什么？次元石的场地，我最好去拿一下。Go and take 。我在想要不要给他一点奴隶，让他跟着我行动。好，这
这样也行啊，让他给我一点，我给他让他给我多带点援军。虽然说奴隶真的没啥屁用。好啊，再把墙升级一次，还要18回合，所以没问题的。OK， 我比较怕的是古贤者这边啦、啊。我也可以把他派回去啦，只是我现在看这个，他们就是三个领地，我再看一下他们的能力哦。他，哇，他有十个领地，还不少，真不少。我看我好，反正回到重点，他有四个城市，那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在哪。我想，我觉得还是先打派系首府好了，因为才八个驻军，这点我应该可以直接自动掉啊，这个也差不多。好，城市可以升级，应该是那个喷火巨蛇。哎，麻烦啊，麻烦，得快点啊。Cutting ne, dum dum dum. We need more wars. 我们需要更多战争 ，or our people will starve to death. Death. 哦，兰华佩克，哦，他只是在把英雄派回去而已。其实我觉得他应该会派一队军队出来了，应该说招募一个领主出来啊，起码最起码他们会做到这点。哦，你看他们还是不能动。哎，不是说会哦哦哦 ，All right， 哦，这个会这样显示是因为已经少到不能再少了吧？好啦，总之管他的。来，你能有给我什么？我觉得应该给他一点技能嘛。其实我对技能没什么想法，哎，我对这些魔法其实没什么想法。虽然，而且他没办法拿到那个 Arcane Condon 奥数导引，啊，我真的不知道要他干嘛了。好了，没有了，还是乱，我没有，我是随便讲讲。他，我还是需要他给我这个东西。这次加弹药量好了，等一下再搞。好了，先打下轮滑配兰华佩克，我一直记错名字。哦。I don't know why. This is not good. It's terrible. Murder, death, kill. Which kill device? 哎，我觉得没办法，我们得打进去。不过我有个计划了 ，I got a plan， but it takes time。啊，所以说，我们要打一个很长的攻城战，然后又超市这样。好了，我这跟这次各位保证，我这次会很有耐心的来准备我们的进攻 ，prepare our assault。好了，我们终于看到城市了。哪边塔最少？这边有两座塔，拜托给我多点魔法之风。哦 ，fuck you，fuck you， 拉 Nord。好了，炮车能打到吗？应该能击到，击中。但我还是再往前一点好了。Right， 我再想一下好了，好，还是边边角角会比较安全啊。对，
我们全都躲到树林里面好了。对啊。Clan rat spears. Clan rats. Now, ready now. Guide us, horned one. 看来他们躲不了。对他们的确躲不了。那算了，没关系。因为他们会法术，所以我决定让他们往前走好了。听我命令啊！猜那个。快点猜！你直接到城墙边啊！拜托拜托，不要多打到那个啊！啊，还有再慢慢打到，赶快猜啊！我应该去那边的，对不对？我应该去拆这边的塔，这边比较安全。啊，没关系。哦，我再靠近一点。好了，我们就用法术吧。对啊，只有法术才会那个嘛。等一下，再几轮，这个就应该就爆了，搞不好这一轮吧。有，哦，爆了。OK， 他们突然对我的领主发起攻击，啊，我叫你们射击再射击，啊，打那个 ，Attack that！ 好，赶快把他给炸了。我在想，啊，不能放到城墙上，那就放这吧。这个距离真的好远哦，我蛮喜欢的 ，I like this magic. Alright， 那我再承受伤害一点点，算了，反正我先针对吧，针对其中一个队敌人攻击。我希望赶快把这拆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开始慢慢来把我的弹药花在对付敌人上。OK， 91%，很快就爆了。其实这法术真不错，可以丢墙上。爆！来，好啦，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我们慢慢射击哈。首先对着，我不知道能不能打进去，应该不行。对着这家伙吧，百战老兵是吧？哈。继续。你也可以靠近一点。打他 ，kill that guy。我要学会最终极的攻城术啊，所以说我们要小心一点。我们没有 arcane condor 是蛮麻烦的啦，但随便。Doom， 可惜这也不能放城墙上，你对我抛这个东西没有用的，我120装甲，你那边没有破甲的小标枪，怎么可能打得过我哈？哦，他们也上城墙了，我不反对。我们继续吧，哈哈，继续炸，等他们站定位。哦，烦欸。继续炸他。他们在攻击其他两个塔。哎呀呀！快拆了他！有啦，其实有进度不快而已。这可以放墙上，可以放哇厉害嘞！等等吧，我魔法之风太低了。等等吧，让他回复一下。你不要再动了啊、哦！好吧，我知道为什么他在动了。算了，你跟他一起拆塔。Artillery bug, no。啊，没有啊，赶快把这拆了吧。等一下再用，等一下再用，忍耐啊！我可以对这放吗？啊，算了，感觉没什么屁用。拆了，拆了，拆了。
能怠慢，慢慢来。Alright， 一座塔被毁了。好，射击这些家伙。你们为什么你要靠这么近才可以射击啊？哎，算了，再给一次机会。没办法。那射击这些家伙呢？真的很烦。哦，我知道了，还有一个吧，还有啦，还有啦，还有事情没做。给我拆那个城墙，这样我的枪兵才可以直接朝用在外面对里面射击。所以说，对啊，攻击吧。啊，魔法之风虽然很少，但算了，丢。对吧、啊？赶快把这拆了，这样我的枪，哎，其实。拆这个好了，对对对，这个等下这个没有人在后面啊，我们这样子枪很难打。好了，我哎哦，这可以放上面了，好。Die fiends, die lizards, die！ 哦，这其实好酷哦，把人吸进去，酷爆了，不愧是鼠人科技啊。他们现在没有一个单位在外面哎、欸，真是的。算了算了，我们就去轰城墙。这个偶尔会让敌人受伤，偶尔啦。如果他们摔很多的话 ，OK， 有受伤吗？我想再拆一个城墙，可是不行。哎，算了，我们再多削弱一点呢，不然这些吸人战士会。直接砍掉我们的人，好，换你。啊干！好，这里这里这里，好干得好，好，如果能打到的话。不要再动了，现在就射击。你们不是看起来可以吗？看起来射击线超空的啊。啊，好、哦，定位定位定位，快射击。Alright， 他们有在射击。哎哎哎哎哎，准一点啊！哦，有了。啊，好了，我知道为什么他们现在才一等而已。准一点 ，more accurate。哦，拜托你再准一点好不好？哎、欸，一轮全 miss 掉，真的很棒哦。Because cheese, cheese for the cheese god, we will besiege the settlement like this. Yes, yes, 有有有，他们士气严重影响。好，没问题的，没问题的，你去后面吧，休息一下。好，换你。我在想要炸他们，可是有点难，因为他们现在没有背对。哎，好啦，继续打这队。哦，有。All right， 他们动了，他们动了。Stop right now。我想让你炸他们，炸看看好了。如果有中就中吧。啊，射击不到吗？真的射击不到。算了，这样应该可能会扫到，所以说这么做吧。有有有，再准一点呢、啊。我没多少弹药了。好了，也不要没事做，我们现在一堆魔法。哎，我怎么喷火的？我可以喷火吗？我、oh, 靠 ！Wow, don't do that! Wow, how dare you! 来来来来来，继续继续。
虽然说这很糟，看起来很糟糕，但是这是制胜的方法，好吗？这才是真正的工程。哦，门被摧毁了，怎么会这样？我根本没去碰它。啊，魔法之风太少了，再降低一下。No, don't go there， 在这边啦。对啊，这应该可以打到了吧 ？All right, on， 好，射击。哦，不要再动了。Yes。有没有在射击啊？你们？随便打打都好，快点射击啊！哎，好了，我想差不多了。全按一起啊，不然他们会乱跑，真的很麻烦的。好，有了有了，好，恢复正常速度。这边还有 Crossigle， 我们最好还是省点弹药好了。你跟得上去吧。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射到他们了。虽然说这是反步兵炮，但是就是打这些也够了，六个弹药还不少，但还需要点时。对，我们还得慢慢来。战斗啊 ！Get up！ 他在城墙上，没办法，应该没办法施法。哦，他们真的，哎，奇怪，他们射不太到啊，打不太到的时候，他们却还是射击了啊，因为这两只啊。好了，让给你测试一下，有没有？有一点点用，我觉得还是再靠近一点好了，对吧？再靠近一点，再靠近一点。他还在排队吗？对，他的确在排队。快点上去，快点让你的老大上去。我们在这边等，枪队在这边等。我们还有多少 Wings of Magic？ 存量只剩下一了，好吧，那算了，我们没差不多要没风了。现在才动，来不及。OK， 他们杀的超快的，如我的预期。等他们聚集好吧，再加速一下。你打到吗？可以，试试看吧。我真的没有 Wings of Magic 了。好，再正常一下。哦，因为里面几乎没东西了，走进去吧。Let's go。哦，没弹药了。杀了他！哦。
啊，我们真的没法法术了。好，让我们的人放心，安心一下，让我的人可以，让我的 Doom Slayer 打起来更快。哦，他一下就没士气了。好，你们往这边走吧。 OK， 下来。哈哈，这个真的蛮有效率的，虽然说我们很浪费时间，但这很正常，好吗？哦，这是专业玩家都会这样做的，哦，所以说没欢乐啦。啊、哦，你们都跟他打火球术，我们可以放一下，就反正这名就是火球术，那边 Warp Lightning， 我们就把可以用的东西都用一用吧，哈哈哈，有可以用的就用一用啦。我们还有两队克洛西哥要打，所以说其实，对，其实还蛮糟糕的。All right， 你们也加入。你们应该在这边就可以涉及到对手，你们到这边来。 我们这边都没有反大哎，糟糕！克罗西哥冲过来了，我们的反大嘞！哦，他在这边打架。哎呀，这是谁？我没叫你这么干，过去，快走！哦，克罗西哥就停在那。 Wow, what are they doing? Infernal weapon. 算了，你赶快过去支援，因为你是唯一的反大，快！我没要你射击，快给我走开 ，Go away！ 好，你们应该可以射击了。啊，射击这个，这比较开阔，它比较直接被我们打。 快快快，过去！哦，有，我叫你射击他们 ，fuck you！再近一点，不要被这石头挡住了。哦，你们来这里。What rattling guns? Don't get inside the fight. Fuck off！ 真是的，我们，哇，真是的，好险！ 我今天又要录很久，我早就知道了。继续继续，狙杀他们，再轻门踏步一点。<笑>好，这边啦，这边。哇，这个射击。 射击线真的超酷的啦！哇，不行，你们得走这里。OK， Army Loss Penalty， 终于你终于来了，我以为我要花超久才可以得到你啊。What the fuck is this？ 哦，这才叫做工程战好吗？<笑>我们只损失了133只老鼠，这样让我们的接下来的战役更快速啊！你看。 这克罗西哥根本没干任何事情，35杀很屌吗？嗯啊，哦，好了，其实我一直很担心这场会不会打得跟上次那样烂。Well, but cheese for the cheese god revels in this victory. Praise Jeff and the Legend of Total War, of he let me learn this technique of sieging a settlement. 啊，终于，我没有食物了，真的不能这样干。 Powered up. What the fuck? 哦，我们终于得到一个 regiment of renown. Fuck off. 我们还得过去这里。啊，我只是不想占领这里，占领这里感觉太麻烦了。这边三家人。 哎，啊，那我们哦，我想要点这个，对。
能量超载的话减 10% 的冷却速率。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个啊，我还想要那个叫什么，诶，不是，这不是这个，我想要加快的那个速度，加快，又不是，讲错了，减少魔法之风消耗的那个在哪里啊？我记得有啊，还是说我升级就会慢慢减消？哎，好啦，我也不知道，反正好，现在先这样。All right， 还有这三个地区，氏族战术这边有战术坑的、啊，也许我们可以使用它。哦、我们真的赶快把食物给拉起来，我们得得到牧草。可是哪里有牧草？哎，牧草这个资源其实蛮远的吧？对，应该是在这边才有牧草。对，这边才有牧草啊，麻烦自己。这个如果他们两个发生大战，我想我还是会支持 Clan Pestilent。好了，我们还是只能升其他了。不要吧，哎呦，不要不要不要，在十二回合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了。So no no no。好了，那我们就继续往后车，往下车这样子。这边有 Warp Stone， 其实还不错，我想要 ，I want that。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统一整个南美的话，我想我就可以开始来准备仪式的部分了。那也可以在，也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我应该就停止扩张了。对，因为毕竟扩张太大的话也不好。你要跟我啊？算了，我知道了。这个我觉得也应该要打。反正重点就是把整个南美统一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准备对抗混沌的部分仪式，然后混沌的部分。哎呀，居然不够激动。On mobile。Storm Demon。不晓得这能不能给我那个，没办法，哈哈。A good flay to die. 我们需要更多食物，所以就不会用了。哎，We need more food。今天对吧、啊，差不多了，都已经四十二分钟了。Deal with me or fight me. You will gain no nothing but misery. 哈，我怎么可能跟你和平？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do that. Oh, 欸，我现在才发现，原来这集是我们的第五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有一小时的空间。啊，好吧，好，我一直以为我们今天只有那个一小段时间。Where are my schematics? 继续走，这个地方一定有驻军啦。哦，这就没关系了。Murder, death.嘿嘿 ，Take for Scryer. We need more food, so yes. Keep. Steven Wright's greatest, best inventor. Keep pushing, guys. Science, sorcery, death. 最新事物感觉还不错，可以加反大跟射程嘞。这可以减招募时间，是还可以。但我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把这弄满好了，还是把啊这个啦，对，黄色，等一下再点。Engineer of Scryer, more warpstone now, now. Icket claw.为了这一堆，哈哈，好了，没问题的。好了，如果对吼，话说，记得如果各位想要改任何一个老鼠的名字，非常欢迎，非常欢迎。只要给我你的想法跟到底是哪一对就好。哦，丘铁克这边有粮食，有牧草，我们必须去占领那块地。反正佩华伦克。对，我本来就计划打败他。
感觉是不需要你的帮忙啦，你回去帮我管秩序吧。对，你就是我的风纪股长，我现在改你名字好了。我看一下哈。好，我就叫你风纪股长。再给你一点小名字。好，这样风纪股长 ，I don't care 。好啦，风纪股长，等一下你要赶快回喷火巨蛇啊。哦，所以我也证实给大家看，我这个游戏可是有改变人物名字的部分。你想跟我租借新的武器吗？哦，好，是没错啦。但是我真的想跟他同盟啊，越多同盟，我们关系越好，越容易合邦。所以说我一定要跟他好 ，I must be friend with him。哦，他回来了 ，A full stack。看来我们还得再打一仗啊。不过这是小城啦，所以说不用担心。就算他是 full stack， 我们可以打败他。哇，真的要不行了，你赶快回去。超慢的，算了，你就继续对。等一下看叛军在哪，看能不能顺便解决吗？还是我这样子弄没有用，来不及了。这是满编吗？ 18。还蛮多高精英高级单位的。Steven Bright, greatest, best inventor. 好吧，我们得有科技。我们多了蛮多的啦，奴隶嘛。我就想要炮的啦。好啦，这个也不错，这个可以加移动距离之类的。这个吧。我们直接攻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机会打下这城市了。对吧？没，这边驻军其实还不错，多两队蜥蜴人战士迟钝，还有一队持矛骑手，会让我们有点难打。我现在就怕这支军队里面有些野兽，这样我会很难搞。不过我们现在也差不多是回复的，好啦。No risk， 不可能 no risk 的打赢这场战嘛，打赢这场战斗吗？我只是想看药草，这可以干嘛？啊，这只加味腐蚀而已，没有用，对我们来说没有用。好了，打过去。Die！ 哦，不过这边没有野兽，真是太棒了。他们说枪兵。枪兵的近战防御很高，但是攻击有点差。我们自己的攻击都有34了，好，所以说我们出去吧，击溃他们。这场仗也很困难，我们得尽一切努力。希望我可以好好打过去。不过说回来，就算这支军队有野兽，我应该也不会撤退，因为撤退不了。我们是用尽了所有行动力才走到这的，所以说撤退也没有用。哇，地图好小，这个很难搞。哎，他居然说我们的数量很糟，应该说我们的那个很糟。可恶，居然低估我们。好，这样吧。对，我又忘了一件事情，哈哈，一定要把一些家伙。
那你就在这吧。对，这样才能最大利益、最大程度上的保护他们啊！你们在哪里 ？OK， 这里。哦，对，还有狙击，还有枪，还有这堆，好、哦，真的是，我一直忘记。算了，没问题的，我们的战线更广啊！哈哈，超广。好烦呢。我们战线超广的，啊 ，Doom Flare 你们应该 OK。这些绝对要保护好。哦，好，啊，其实没有满对吧？好了，我再想一下，这样好了。OK。好，只能战了。如果失败，那就糟糕了。所以就让我们不要去想会失败这件事情。好，去打那些迟钝步兵。哇，喷啊喷啊喷啊 ！Scream！ 哦，放错了。哦，打这些家伙，打这些家伙，快点快点！射击他们。好，跟过去。哇哈哈，这个太棒了。好，你就别动了。他在哪里？为什么有些跑出来啦？啊，赶快赶快赶快！哦，去抓掉那个法师好了。对对对，把法师干掉。没有 magic 啦，吵死了。哇，你嘞，有些队伍承受重伤。快快快，去帮忙！给我瞬间恢复！哇靠！糟糕，我按错对象。想游泳吗？他们是满了，但没有回来。满了，但没有回来。回来呀！而且我现在没有粮食，刚好不能放那个，真是糟糕。算了，我。对啊，你们赶快集中射击。有有有，回来！哦，你们总算回来了。我到底花了多久时间要你们回来？别动了！快点射击那个降临！快点！糟糕，这个战线真糟糕！又一队回来，好，两队两队，快点能回来就回来了啊！啊，我点错地方了！哎呀，不过他们有在追着我们跑，休想！有有有，我们赶走那队那几队了。你们到底有没有听我的命令啊？
开始，但我完全没有听我的命令啊！射击他们，射击这家伙！快，你搞，你怎么还不走啊？天哪！啊，算了，太近了，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不行也得行啦！快点，你们别想胜利，我的鼠人军团一定会胜利的！快点回来吧，快点回来吧，小伙伴们！啊啊！撤！准备射击！啊，看你给狗跑了！天哪，你在哪里？可恶，我那么有信心的，我有信心啊！哦，真是有机会，有机会的、啊。你在哪里？快快快！可恶，真是的，我们会赢啊！快点快点撤退啊！哦，撤退的话我们就还可以稳一下。哦、有了有了，哇、哦、真是的，赶快走吧！真是的，我以为我可以突破的。我们现在在战场的最后面吧。哇，里面没弹药了啊！真是啊，我就被击溃了，撤退。啊！怎么会这样？可恶！啊！可是我们的队伍 still intact。啊！可恶！这些蜥蜴人战士真的太多了。啊！可是我们这战损失他们惨，很惨。啊！我们得赶快撤离，用上任何手段也得撤离啊！希望能回到刚才打下的地区啊，对吧？No, we lost. 哦，枪。啊，算了，其实还好了，我对这队我完全不会用。哦，可恶，撤！哦，天哪，大失败。Chief Warlock, Ikit Claw. 哦，真是的，糟糕嘞。啊，我看看啊，对。啊，强行军离不开这里。对啊，算了。哦，真是的，可恶，我居然被击溃。啊、哦，太动不了。哎，啊，我是有个新计划啦。因为这边刚好有四足坑，如果我们撤退，他们应该也不敢追击，因为我们这边也有一队人了。哦，天哪，得撤！啊、哦，希望他不要，他追过来，我们有办法啦，我有办法。哦，天哪，刚才那场真的太可怕了，可恶！我以为我的鼠人啊，我以为我的远程够力，可以直接把敌人给扫荡干净，可是结果就是这种结果。
啊，真是的，我们损失太惨了。可是他们没有追上来，哇哩嘞嘞！我还有个哦，对了，我们并非完全没计划了，好吗？嗯，应该说好了，我有一个新的计划，但是啊，风纪鼓掌，哎，我要给他吗？好，我有钱呐，对啊，因为他这样可以拿一个加速度的东西，来吧，投资这样计划。Threaten your city here, my lord. 啊，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输。他们这样一直回复，我在想到要不要跟他们打猎头者森林哦。呀，不知道。我是有个计划啦，对，我们可以在这边埋伏起来。Move！这边有多少几率？80，好。Hide away, Warlock Master of Scryer。好，你就在这边，然后你在这边，你就在这边吸引他们来啦。在这边好了。如果他们够不聪明的话，他们就会过来，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一举收获他们的所有地垄地，一举收获他们。哦，损失一门炮，但我觉得还好。这个应该会有驻军来帮忙，然后对，而且他们出不去。来，风纪鼓。More slaves, more power。我不能减少吗？我没有食物了，欸，嘿。哎，好了，我们再打一场小小的战斗。They fetch many warp tokens. 其实也不用，我们啊，算了，我打了吧。Battle! 虽然说稍微超点时，但是也没办法，这个叛军，他我自动掉应该也不好，因为我现在我知道为什么我会自动不好，因为我这些垃圾兵，但他们只有两门炮嘛。哎，算了，我们就试试看吧。如果能赢就赢，不能赢就不能赢。毕竟敌人的领主是 Gracier， 就是法师而已啊。我们可以直接派风纪鼓掌 ，I don't care 去再干掉他之类的。All right， 我们直接冲过去吧。I ready, yes, yes. You must ready, god damn it. Ready, ready. 从这边冲过去比较快嘛。好了，其实我觉得这边比较好。喂，居然说我会输，这个到底是怎样哈？去针对。加快。应该不可能输吧？你在跟我开玩笑吧？这输的也太夸张了。冲过去啊！你们好不容易又到了。两队还是有不少的战力啦，哈哈。还有一队奴隶嘞！哦，你们卡进去了，不知道退不退得出来，退得出来就退出来吧。你们连这都打不过，哦，因为 Grace 也过去了，好吧。叫支援，叫支援。我才不信我这会输嘞，好好打啊，各位。他没喷到多少人呢，那是我的召唤物，所以没关系的。冲过去！冲过去！冲过去！高威胁，你在跟我开玩笑吧？算了，把他们打一打。好，换你。Yes, yes. 应该没问题吧？我比较担心是构造物，这个召唤物赶快，这太快不见。好，没问题啦，我们应该可以赢。真是的，到底哪根筋才会说我们会输啊？哈哈，虽然说我们刚才输给蜥蜴人，但是这次是同族啊。我们等一下还得去看一下猎头者森林。
看完我们才可以结束这一集。啊，用射击他们啊，趁他们。我希望能缴获到这一门炮，然后我再把这个领主带，我再把风纪鼓掌带去支援那个 Ikiko。好啦，没问题了，我们赢了。嗯，炮被扫荡了。你们怎么还干不掉啊？好了，他死了。我们多杀点单位就好了，那个领主不杀。领主不杀，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因为领主死两次就会自动爆掉。对，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杀他的东西，我们就是要杀单位就好了，多杀点。好，有一点点就好。我在想应该追不上了，结束吧。史诗大捷 ，What the fuck？ 史诗大捷，风纪鼓掌好歹也带了1000多人的部队，那这个叛军才593，你跟我说这是史诗大捷？其实虽然很好啦，但是我觉得好夸张哦！哇咧咧，史诗大捷！哇咧，好啦，这样可以给风纪鼓掌很多经验值啊！风纪鼓掌。Another victory! Praise me! 刚好，你们来了正好，我需要粮食，而且他们这是超靠近的。啊，对，我们。Yes, yes. Yeah, whatever.哦，我没有抓到炮，哇，我没有抓到 ，We lia deal a 炮啊，什么东西啊？我们抓到一门炮，太棒了。好啦，希望我们这个计划可以成功。Chief Warlock, it is clear. 如果成功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哎，我的状况不是很好。War power. 虽然敌人也是啦，但我不知道。Master Engineer， 对，这样骗他们来吧。好了，风纪鼓掌。你要什么呢？生命建造，我想要有，就是。又一个哦，这里。我不收钱可不可以？可以，反正这边是我们的那个次元石省份，我们看我们的修到一定程度之后再开始吧。应该说先把这干掉，然后我们再把人传送回去，把风纪鼓掌带过去。哇嘞，超麻烦，风纪鼓掌啊！如果他们撞进来，我就成功。哇，当然要帮忙，没办法。索提哥吗？哎，拜托你打好一点的仗，不要随便跑去撞啊！他想干嘛？哇，他们有损失军队了。其实我在想要不要把他们，可是我已经跟那个开战了，不好说。我太晚发现他们的力量很弱了。反正再看看吧，我们让他啊，哇！好 ，So this is the fight they want。我最多只能带这样了。I don't really know if I can defeat them or not。好啦，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吧。哇哩嘞嘞，太麻烦了。哦，好，说真的，我们今天先到这边结束，我们就下集再继续这场可怕的战斗，到底会赢还是会输，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的食物真的已经到危机了，我们真的得想办法，好啦，那就先到这边，我们就下集见，拜拜。